只手里有300万，找个小伙共度余生。多少？300万。我说年龄，不到80。一天你寻啥呢你？阿姨呀、啊，咱俩可能不太合适。跟你老差不多，你搁你叫阿姨呀、啊？叫宝贝儿。女儿，将来我要走不动了，你会伺候我吗？会。那你不会嫌弃我吗？不会，我小时候你都没嫌弃我，我能嫌弃你呀？那你要是工作没时间怎么办啊？请保姆。没钱请保姆呀？打工挣呗。那你要挣不来呢？拔管，你满意了吗？我现在作业写不完，高中考不上，工作找不着，怎么给你以后挣钱找保姆？我的妈呀，烦死了！你别笑。再见。刚才我跟你爸打仗，你咋不帮我呢？妈呀，我还帮着你，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啥局势呢？在咱家，我爸他就好比老板，你就是经理，我顶多就算个员工。你要是把人家老板给惹生气了，他把咱俩全开了，那人家再找个经理，和经理再研究个员工，人家那企业不照样开吗？到时候我给你要饭去啊！他多大岁数了，还看不明白形势呢？到时候就别说饺子了，西北风都喝不上呢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啊，给你吃糖。不疼。甜吗？糖不甜啥甜？我有个事儿。给你吧。不要，拿给你，给你。我说他妈没这么好听。我不要。妈，你有10000块钱吗？正好我快放寒假了，咱俩去国外旅旅游去啊。上哪旅游去？现在除了咱们国内哪块安全？再说了，咱们家上次看到万元以上的票子，那不上坟的时候吗？那你去国内也行，咱俩去西藏吧，正好我年轻身体好，我不怕缺氧。咱家缺的是氧吗？哎妈，咱们家的穷日子啥时候能到头啊？哼，那得看咱们能活多久。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呗。没钱对于咱们家来说那是问题吗？那是啥？那是答案。哎呦我的妈！他自己做饭啥水平，他自己都没点数，还问我老舅：“你吃饭没呀？姐给你做点啥呀？”我老舅也不知道那水是多深了。嗯。那你就简简单单给我做碗疙瘩汤吧。我妈就开始展示才艺了，那家个厨房叮当的，半个小时后端上来了，4个疙瘩能装一大碗。疙瘩走了，王老就说：“哎，就简简单单做个疙瘩汤就行，怎么还做上丸子呢？”那能吃吗？都给我老舅吃呛着了。咋还能吃呛着呢？老舅扔嘴里一咬，一股烟儿啊。你别笑，顺着往这盆粉面的。完了，我老舅说：“咋的？这是半成品呢，还得给我嘴里再加工一下啊。”那你妈，你妈在哪儿呢？那阵儿啊，我妈在偷手机呢。啊、哦。爸，我想换个车，你看这个车咋样？多少钱呢？16.5万，我就是还差一点。差多少吗？差16.4万。那你干脆换个电算了。晚上咋不做饭啊？我都饿了。饿了喝水，馋了扇嘴，死老胖还吃。你要不做，我一会儿就跟我朋友出去吃。你看这叫朋友骗，骗缅北去了，他妈血都抽干了，多危险。那是他不行，你看要是武警去了指定能跑回来。还武警八警的，他妈牛魔王去都得耕地。哎呀，唐三藏去都给你打出舍利。哎呀，孙悟空去了都得演大马戏。你这顺口溜啊这么厉害呢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唐僧师徒取经走差地方了呗。那可没走错，他当年跟西安出发，他要是跟云南出发呀，上午到缅北，下午他就到西天。那西游记就2集呗。那个那要是超人去了呢？那超人去了回来，寡剩超人留那了。妈，你去哪儿？
我跟你爸去吃火锅去，为什么不带上我呀？为什么要带上你啊？你但凡以后跟你老公去吃火锅，你会带上我吗？今儿这个菜这个味儿怎么样？好吃好吃。孩子，你坦诚嘛，为父一直教导你做人要诚实，你何况这是母女之间啊。我先说抛个玉，就这西红柿炒鸡蛋啊，鸡蛋太老，西红柿太熟，失败。确实确实，这个青椒炒肉肉片太老，盐放的都不要钱。你不想吃别吃，哪来那么多话啊？咋了？这西红柿我炒的，辣椒你妈做的，就是艰苦。